江千帆，但是知道他跟伊丽丝又在一起了，我又觉得难受，真是莫名其妙。我在怕什么呀？怕江千帆以后不会对我那么好了吗？他对我的好根本抵不过他让我吃的苦啊！林可颂，你不能这样傻了，你以为的都是你以为的，你只是他用合同签下的一个小学徒而已，你是个外人。 王师傅，你这手艺啊是越来越好了。每天晚上我不喝你这汤，我都睡不着觉了。<笑>再给我打包一份。行，稍等啊，晚上。哎，妈，不是妈，什么情况啊？50万？ 那是50万，怎么这才几天就花完了？不是，咱能不能别再赌了？行，你别哭了，行吗？我还想哭呢。而我现在全身上下就2300多块钱。行，我都给你，我马上给你转。好了，我。 在哪儿啊？我在离你不远的地方，不是，其实我没走。坦白的说吧，我没钱走了。50万都已经花完了，我是实在活不下去了，我才来找你的。坤妮小姐，你再借我100万吧。100万？你怎么需要这么多钱？我告诉你，网络追逃现在已经把我列进去了，我现在根本没办法找工作。 飞机我坐不了，火车我也坐不了，你告诉我该怎么活？实在不行我就回去找江千帆认个错。说实话，我挺后悔拿了你的钱就这么跑了的，我还不如进去呢。这日子什么时候到个头啊？不要，太多钱了，我不能一下给你。
给我一点时间啊，我会再联系你的。Alice， 妈，还没有睡啊？我在等你签合同回来，不然我睡不着。再给我点时间，我还没有。你也心软了？妈，你别动我的包。你拿到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后悔了？我这么做，我心里会特别难受。那个狠心的你哪儿去了？你就是因为奥利告诉你他不爱任何人，你就觉得你有希望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醒醒吧，你回不去了。我知道。你竟然为了一个男人，你骗我！哎，哎，怎么了？都这么晚了，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？这是说哭啊？怎么跟我没关系了？跟我有关系，都吵着我睡觉了。再说能有多严重的事情，至于发这么大的脾气吗？你姐姐她以为她大了，她不听我的，她还骗我。伊丽丝，那这个真的非常严重。明天你起来一定要好好跟妈妈道个歉。嗯，去，走。走，我扶你上楼睡觉。来，嘿嘿，嗯，张哥，你尝尝这个，放这儿。来，吃生煎，这生煎特别好吃啊，来点。难道还要去润林可送给你儿？来，哎呦，我就不
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第二场比赛的主题发布了，你连我去训练呗。我说丫头，嗯，我什么时候反对过你进步了？你参加那么多场比赛，我哪次不是全力支持的？你说。嗯，我记得你9岁那年，我都陪你去香港参加比赛的，是不是？嗯。那如果你到现在还不能够明白你自己错误犯在哪儿，那对不起，就算你偷偷的跑去现场参加比赛了，我也去把你逮回来。哎呀，爸，我记得，我初一那年我被同学欺负，你就找到他家里去，把他爸给打了一顿。你什么不敢做呀？我姐那事儿，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上次我怕她比赛紧张，我还送给她一个布娃娃呢。真的？我骗你干嘛呀？我帮大伯大妈，那个我也是为我姐好，我是恨姐不成钢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姐努力的训练，那我是不是也要向她学习，抓紧训练呀？行，吃饭吃吧。谢谢爸。记得早点回来。收到。哎呀，哎，生煎呢？吃了。的主题是激发，天哪！救救我吧，我被激发的还不够啊！小时候吃辣椒比赛，吃的是魔鬼断魂椒，吉尼斯纪录里面最辣的那种，直接把我激发进了医院。这次得被激发成什么样才成啊？呸！不会疼，这个题目再难，我也不能怂，要证明给万恶的江千帆看。林可松，林可，失火了！林可松，你炒那么多辣椒干什么？出去！别管我！你出去！出去！你先出去！你傻呀？夜那么大，也不懂得先关火。辣的主题是放大，所以你就开始辣椒炒辣椒，你真的有傻到这个级别？对，
那昨天那直播太赞了，江千帆终于退下神坛了。并不。嗯。江千帆这个人，不把木桩子钉在他的心脏上，总会活过来。况且他成名已久，江湖的地位不可能是因为一道菜而产生动摇。我行我素的大师不只是他一个。那岂不是白玩了吗？当然不玩。海陆大餐这件事儿，让我坚信他的味觉出了问题。如果是以前的他，即便是绿茶香再重，藏在里边的一点点的味道也会被他捕捉到，绝不会现在这个样子。茶香进不去虾肉里边，鹤化不掉，该去掉的东西。这个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没有尝过，只是凭自己的想象和推断做出来的。但是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。未来知性大赛的导师隐瞒自己没有味觉的事实，这可是件大事儿。搞不好会被托马斯直接取掉他的导师的资格，他也可能会身败名裂。嗯，这样的比在赛场上赢他更忌讳。明白。所以跟他斗，场上场下我们都不能输。走，我给你看第二场比赛的姿势。何干？没错，辣椒会让鹅肝有更多层次，不是要激发吗？我教你更热辣的做法。不会又是警察吧？跟他们说一下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你的东西都是你落在我那儿的，我去你店里，你不在那儿，所以我就送到这儿来了。没事，这些都是我不要的，你扔了就行。那不就见不到你了吗？见了大胆李娇啊，都不跟我打招呼。鲍里斯你好，小心点。行了，小雨，你已经见到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啊，等一下，顺便把垃圾给我扔掉。嗯，好，好，好，我走，我走。哎，小雨，你晚上有空吗？我请你吃个饭。嗯，不去，我去不了，我要准备明天的比赛。休息了。是不是该攒份子钱了？到时候别忘了请我吃喜糖。好啊，那你慢慢攒，攒够了我再发。那我给你保护起来。
出来。哎，宝宝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文采不错呀，台红中学校友。那篇文章你也看了，那个作者文采确实不错，他不去当作家简直是中国文学史的巨大损失。我看他是永垂不朽的好，林可颂赛高赛高赛赛高。你，我已经光荣地成为你们的群成员了。谁把你拉进去的？哎，这真巧，我也是别人把我拉进去的。是吧？我还真没听说过群成员可以拉群主的。宋逸然，你答应过我不跟他私联的，难道这些你都忘了是吧？我们是朋友，怎么算私联呢？还狡辩。你要干嘛？我对你太失望。哎，不是，你干嘛把群给解散了呀你？我告诉你，我表现的已经很大度了，我给林可颂买花，我给他加油打气，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在网上给他写信啊？我这不是看他太可怜，我想鼓励鼓励他吗？鼓励？我看的就是一封情书，就差写出我爱你三个字了吧。不是楚婷，你有意思吗？你干嘛非得把我对他的那点意思变成不好的意思呢？明明是你自己动了心，还说成是我逼的，你不觉得你自己这样很无耻吗？不是楚婷，你有病吧？哎，我们一次一次为了老林吵架，他是招你了还是惹你了？还为他说上话了是吧？一次一次为他吵架，你也不想想是为了什么？你出去问问，有哪个女人能容得了自己男朋友心里有别的女人？我告诉你，有楚婷容不了。再见。再见就再见，再也别见。烦死了。哎，钱教，那个，你喝一罐饮料，补充补充能量。哟，你有事求我吧？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给他同学写了一封信，他问我看像不像情书，我是觉得不像，你觉得呢？像，我觉得像。啊？真的，你看这上面写的情真意切的。而且写的特别上心，这不是情书，这是什么呀？而且我觉得吧，这是属于那种特别含蓄的情书，给人感觉好像就是特别在乎这个女孩。嗯，怎么着，你那兄弟自己还没意识到？哦，他还真没意识到。好吧，谢了啊。辣呢，是最刺激的一种味道体验，它不是味觉，而是痛，而是痛觉。辣会刺激人的大脑，分泌多种激素，通过调节体温、心血管和呼吸，使人有各种不同的情绪反应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辣度控制的精妙，就可以使人在用餐时有着截然不同的情绪体验，使甜的更甜，苦的更苦，使快乐或悲伤双倍叠加，亦或者是减半。哎，不是，你听懂没有？你能不能给点反应？辣的种类有很多，你先选择一个喜欢的或者熟悉的来上手。这卡罗纳死神辣椒，你确定要那么刺激？白轩平，你回来了。
手滑，马上再见一个。你想干嘛？林可颂可是我朋友，你打他主意。我跟楚林分手了。还是没好转啊！哎，最近血象指标没什么变化呀，药还是不行，以后别吃了吧。能不能增加剂量？不行，哪能随便增加剂量？会出问题的。我知道你急。没事，我不急。天鹏，这医学呢，现在是进步的，而且有的时候是飞跃性的，所以。还是要放平心态啊！我就怕我等不到那一天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哎，对了，你回去以后把剩下的药都给我拿回来。行，我一直都装在一个放阿司匹林的瓶子里呢。嗯，我再给你送过来。好，走了。哎，心态啊！知道了。老林，开门。你怎么来了？走吧，我带你去兜风。跟楚婷分手了？只有我不惹你啊！我就知道你又拿我填空。我忙着呢，没时间。这回又是为了什么呀？为了，不为了什么，他心胸太狭隘了。你又勾搭别的小姑娘了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勾搭呀？你就不能换个好听的词儿吗？走吧，我都饿了。
哎，老李，你这样给我做。别动！怎么了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啊，我差点就忘了，江先生说了不让别人进他的厨房的。不是，我之前都进来过了，你不在的时候。嗯。哎，那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就在那儿先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做好了。行吧，那我在门口等你一下。这应该是你跟江千帆学厨以后第一次单独给我做东西吃吧？是啊。怎么样？挺好吃的。啊？就是有点太辣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别吃了，我给你重新做。哎，等会儿。我先拍个照，不能拍照，我就比赛的时候要用的，你别拍照啊！我不拍菜，我拍你，来，好，给我批评，你收收脸什么的啊！嗯，你等会儿我啊。这个小姑娘曾经为了200块钱，吃辣椒吃到昏迷。被我抱着送进医院抢救。现在她长大了，虽然样子还是小女生，但是站在厨房里的时候，就像一个无所不能的大女人，很感慨，记录一下。婷姐，我现在特佩服你，怪不得你能降住宋逸然。婷姐，啊，你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没看朋友圈吗？哦，这个啊，他问过我了，我觉得没意见，就让他这么发了。啊，大气啊！这要是我男朋友这么夸别的女生，我早就杀过去了。那怎么了？一个为了200块钱吃辣椒吃到昏迷的女孩，脑子没问题才怪呢。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婷姐英明。现在天气比较热，餐厅的冷气又比较足，所以我预备了一些披肩。如果有客人需要，特别是遇到女客人穿裙子肩膀怕冷的，及时询问一声，
给他们提供些方便，各种色系的都有，可以让客人挑喜欢的。好了，奥利。大麦，继续洗菜，其他人回去工作，解散。啊？好嘞，继续洗菜。算了，你说的是不是有病？Peace， 我想聊聊昨天晚上的事。奥利，我想工作之外的事儿应该工作之外说。说的对，我先出去。今天晚上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两种酒可以选择，这两种呢都很不错。第一种是中部奥塔克的黑皮诺，不是典型的黑皮诺，还有一种非常轻柔的果香，您的菜，但是口味控制得非常好，不会发甜。还有一种呢是法国非同产区的酒庄酒。你是在等我吗？是啊，我现在才知道，你每天都比我晚那么多时间下班，辛苦了。为了玉轩不辛苦。你是要跟我说昨晚的事儿吗？嗯。我看过监控了。天没亮你就走了。虽然怎么也想不起来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，
知道你最近过得挺不好的。不不不，我没有，我对不起，我真的是一个混蛋，我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你。伊丽丝，所有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我都愿意承担，如果你愿意，我跟你在一起。侯林，你知道我等这句话等多久了吗？久的一切都来不及了。伊丽丝，不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就算我说了，你也不懂。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好吗？奥利，再见。怎么没搞完？爱我就来。